大家好，我是四顺杨华，现在已经是10点半了，今天下雨，一直也没有起来。哎呀，哎，该起来了，下雨天也活动不了，不起来的话也没有事干。呦，还在下呀，朋友们，还在下啊，还在下。小雨天，今天先换个鞋子。有些朋友给我留言啊，说上身穿羽绒服，下身穿拖鞋，脑袋有问题。其实我脑袋没有问题，只是我感觉很热啊。穿这个鞋，我穿不了多久，又得换回这个凉鞋了。还是可以的，先去洗漱一下啊。这个给刮一刮啊！有些网友说，我这个胶啊太难看了，这竟然是贴了个东西掉了。今天下着雨，好刮一点。中午12点，这昨天看着有卖盒饭的，你看这吃的人多少？咱们去看看。就两个菜了，哦，先不吃吧，先不吃了，先不吃了。这次去的有点晚了，只有两个菜了，就不吃了啊。一个是那个土豆吧，还有一个是土豆丝，就不吃了。业主餐厅，去看看，吃点饭。这吃饭的在哪儿啊？这里看看。朋友们，这次要真的自己做了啊，这可能晚了。他们说11点半就开饭了，现在是12点10分，这可能人比较少，做的也少。这次真的要自己做了啊，自己做饭吃，弄个泡面吃吧。吃，晚上再去吃好的。今天我们都是一人一包泡面。香得很。太烫了。
现在我跟大强去接下大飞啊，这下雨天大飞是寸步难行，被困山沟里了。对，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啊，他是说的，给他送点东西，我打算把他直接给拉回来啊。这个要下的话，估计要下好几天。我们到了，看看这个环境，真的是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啊。大飞。大飞，太阳晒屁股啦！啊，太阳晒屁股啦！看来帐篷全部淋湿完了。哎呀，真的是，全是水。这，我们还有面包车，爽不爽？爽不爽？你，哎呦，不能开，全是淋了。这几天都有雨。走吧，搬家收东西。搬家干嘛呀？搬不了。把你拉回去。全湿的，包括下面全湿的，没地方放。我收的话阴干了，到时候这个味好大，没了是吧？对，那咋整啊？收不了。我看，就先在这边先待着吧，看看什么时候能停这个雨。这雨停不了。雪，你看那个后面那雾气多大？可以，快拉起来了，全湿的。昨天晚上就在睡了。这样睡的呀，它那个雨水淋到这上面来，太长了，进去了是吧？对，太长了，把那篮子拉进去了。对，拉进去，然后现在好一点了。对，这个雪别这样就可以了，进不去就。走吧，回去吧。不是大雨，我要收的话全湿了，不收了，就这样吧，先待着呗，等看什么时候停雨。一时半会儿我也停不了。一时半会听不了，就先扔这里。你收的话，全湿了。全是泥巴补，确实是。对，你到时候你收了，这几天你没地方晾，你怎么弄呢？嗯，对。没地方晾，放包里发霉了。那大飞就不走了？不走了，没法走，帐篷全湿了，收不了。还是你一身了。对，下面那个地垫下面也是的，收了发霉。那行吧，那给你留点泡面、青菜啥的吧。嗯，有补给，弄点补给也行。反正前不着村后不着店，我本身想往前走还有十公里，往后走就那么远。像就这个情况。你这个运气够差的了，你像咱们见面到现在没有下过一次雨。一次就没下过。对。咱俩都在一块快一个月了，一次没下。都是晴天，这你一走就是雨天。对人出门装风雨，是吧？哎、我也是。没办法，你碰着了，只能这样还行。嗯，看这水很多，哎呀，也不知道漏不漏他这帐篷，真的是。大伙儿看看这个环境，在这个半山腰上啊，半山腰上，你这两桶水能用多久啊？这两桶水，一天一瓶水差不多也用。一天一瓶，对，两升的瓶子。对，省着点用嘛。你里边不湿吧？里面有点潮，睡袋已经潮了。睡袋是已经潮，我垫的挺厚的，其实。这就确实潮了，有啥说啥，潮了啊。下面铺的还可以。嗯。就是。两层，下面是充气垫。嗯，这充气垫我已经充起来了，绿色的。对，这个是暖巢垫。嗯，下面防水的，这个保暖，然后垫了一个这个。我感觉你知道吧？你把这个铝箔的铺对底下。哈哈哈。他习惯了。习惯了，保暖，我感觉。我总感觉铺反了。那就这样吧，我们回吧。啊，雨下越下越大雨。你们也回去吧。你也赶紧钻帐篷里吧。行，很冷的。我要等。等一会看看吧，我要收拾。那不行，我先直接往侧面一塞，直接拉就得了。不行，你真不行。没事，塞出来回头再洗得了。啊，主要是它有味，下雨的话，我以前也弄过，味太大了。到时候睡里面就不能睡了。对。行吧，那我们就走了。行。啊、嗯。大老远又让你们。没事没事没事。没事朋友们回来了啊！咱们的车再破再差，在那边啊，反正是雨淋不着。但是这骑行搭帐篷啊，就真的不行。你看刚刚在外面一会儿，人家头发全湿完了，全被雨给淋湿了。哎，就这样吧。
不容易，反正都不容易。嗯，